hello， 大家继续翻到旧嚟补石啦。咁啊，我哋开始啦。上集咧讲到，应该系打完飞人系道馆啦，就非常之艰辛咁打完飞人道馆。之后依家要做应该系送神火山。喂，哇呢度唔鬼记得咗点玩添。等下先，应该系送神火山嗰边啊。梦话咩？就像适合我咧穿到装一样，海风适合喺海边吹一样。文油果。文油果呢个好似系30血啦，定系全状态嗰个果实啦？哦，30血，睇下先，好似系送神火山先啊！送神火山先，跟住就系码头啊，跟住最后就系火山。OK， 同埋咧，我唔知点解咧，我发现到一样嘢，就系呢只旧嘅六宝石咧，好慢。如果你唔揿加速咧，系非常之慢行得。因为我正常嚟讲咧，其实呢个算唔算？咦，呢个系正常翻，可能佢捞嘅问题啦。啊，佢一捞特别多嘢嘅时候咧，就会特别慢。咁依家就嗱，依家就正常翻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佢会劲慢嘅行得。呢个位系升呢位嚟嘅，你见到50几呢重啊？如果唔开加速嘅话，其实都行得好慢。睇下先，诶，正常翻，正常翻。OK， 踩影啊，只嘢先。吓先啊，冇一英出嚟啦，打得快啲啊！费事打咁耐，欺骗空间。其实有冇人会用欺骗空间嚟做打咩呢？应该唔会有人用欺骗空间嚟过关啊，有都唔出奇。话时话，可以用欺骗空间嚟打冠军嗰啲，即系类似小智噶啦，即系 Red 啊，或者系仲有边啲啊？除咗 Red 之后，仲有边啲冠军啊？希罗娜嗰啲咯，系嘛？跟住其余嗰啲全部都要喺天王度先打得噶嘛，系嘛？尖石攻击啊，要咯！尖石攻击我啦，都还好嘅。尖石攻击啦吓，好过岩崩先啦，我觉得。嗱，又开始慢啦，见唔见到大家？我等下俾大家睇下，呢度用电光石火，跟住呢个就系龙水流尾。哇哦！搞啲咁嘅嘢，好神！呢度应该用近身血机会好啲啊，因为冇血啦。顶死埋，唔紧要啊，是但啦。好，打唔到佢啊！我打死，啊大家睇到你而家几慢？佢一时时一落咗去咧，就开始慢。就开始快咯，呢度就见到几晚呢度 OK 啦，我哋直接问呢条友啦。咁啊，理论上都冇咩特别啦，之后就系码头，码头揾嗰个水唔同，码头揾水唔同啊。啊，同埋我好似系要学飞天嘅，冇黑鹰，唔会俾冇黑鹰学啦，冇黑鹰啲技已经唔够位，所以唔可以俾佢学。呢度一定要揾其他种俾佢学。如果唔系蚀到不得了，会好嘥浪费晒佢个技能位。我翻去先，会先有冇冇只识飞嘅？唔紧要啦，应该系喺火山嗰边，定系码头先？应该系码头先啊！我有冇鬼属性啊？身上冇喎，其实鬼属性要唔要咧？应该都要啊！哇！一只苍龙都有喎，捉呢只苍龙玩下先，会唔会死呢？咦，未死喎，点解佢晕咗嘅佢？系因为食咗个果实晕咗。高级球，喂，高级球捉唔到，认真。哇，喂，咁难捉嘅咩呢只嘢？黐线啊！唉，算啦，唔好理啦。啊，唔系喎。但系未立，我而家要捉嗰只咩？要捉飞人系嘅嘢，要买精灵球来。精灵球喺呢一层啊，基本用品应该喺呢一层。哇，30000蚊呢啲，用生命值硬接嘅我完全买唔起啊！买精灵球都买到穷啊，大佬。好，出去揾雀仔捉。
冇理由冇雀仔喎。哇哦！一嚟就已经系双威咸，呢个双威咸唔错啊。咁啊，好，搞掂。呢度应该有飞行啊，有。顶，未攞能量方块盒。佢呢度喺狩猎公园入面咧，有一只草食龙，草飞龙喺边度攞啊？嗰、那个大盒呢、這个啊？啊，能量方块盒唔错。呢度有条友咩？比赛大厅，等下先。有个 Pokemon 比赛大厅，嚟自全国嘅乜乜乜，有啲咁嘅嘢咩？边度有啲咁嘅嘢啊？呢、這个呢个华丽大赛嚟啊嘛，华丽大赛应该唔系嗰个咩全国嗰个啊？呢、這个 ，OK， 睇下呢个先。OK， 但有红色画框，咦、欸？卢卡流石，嗯？击破咗命运嘅诅咒，成功拯救咗世界，系我个名嚟嘅呢个，咁梗系啦，我救世主嚟噶。同埋好似话救嘅六宝石系有得将嗰啲精灵变做闪光啊嘛，系嘛？我冇记错嘅话，好似系呢只系嘛？好，我哋入去狩猎员捉嘢，狩猎员，支援先，应该喺呢度啊嘛，跟住呢度，务求。直接捉啦嗰只雀仔，哇！草降，啲嘢都识飞嘅吓，系咪识飞啊？睇下先，啊识飞嘅，识飞犀利，唔知点飞大佬，佢嗰啲跳啊，跳跃力，拜老求孤 ，OK， 犀牛，务求呢、這个多多。好啦，好走啦。OK， 费事又捉咁耐啊，因为其实都冇咩特别要捉啊喺嗰度。海纳士系嘛？诶、欸，唔系、啊，谂下先，火山系咪火山呢？突然之间唔记得咗添。啊！火山，我喺呢边咯，几晚唔知发生咩事。推石 ，OK 啊，防岩怪啦，掉嚟岩崩，力量宝唔要力量宝啦，是但啦，反正岩石是但一只留一只噶，哎顶，岩石嗰度是但会用一只啦，啊一系防岩怪，一系就龙滚动岩。哇！转只鲤鱼龙先，猛撞。OK， 龙龙岩啦，炼马啊！呢度系咪又要打个咩啊？又要打个闪耀团嘅？闪耀团可以唔使打嘅。啊，据我印象，边个啊？又尖射攻击要咯，梗系啲岩崩垃圾技，绝对唔可以留嗰招技。好似系呢个洞穴啊！我都唔知道已经打了几多次啊！呢、這个闪耀团嚟啊，靓仔！跟住呢度佢会食药，我记得。我真系唉，好打埋其他先啦，打埋其他先。呢度用尿，跟住用水流味。不过扣晒我啲血咯，会啊，冇乜血咯，已经一阵要食一食药。哦，呢度出翻去，所以唔使行。日全照火队，毒气双子，人身攻击，我可以食药啦吧？有冇药啊？有啦，而家唔食冇机会食噶啦，因为诶，而家唔食冇机会食，好嚟啦。
一嚟就用了猛攻啦，跟住用猛攻。啊，系喎，顶傻咗添，即刻傻咗。OK， 跟住下一只龙母要啦，梗系咁唔要电视波啦。飞踢，飞踢要咯，又要住先啦。乌鸦头头、哦，转做龙龙岩先。士刀喎、啊，佢用。哇，干翼搞错啊，先用干翼嘅你。诶、欸，靓波，巨星狮子。哇，好大镬喎、啊！佢巨星嘅话，其实飞踢点穴，佢巨星应该我死晒喎，成队系啊，理论上应该成队可以死晒。Oh my god！ 诶、欸，咁都唔死啊？咦，咁有冇机会咧？呢度用鲤鱼龙一开始有冇机会咧？谂下先哦，谂下要点样排先啲位。飞艇唔可啦，乌鸦头头呢个换做龙龙岩，跟尖石攻击，哇正，我顶唔中，黐线啊！呢度放隐形岩，放隐形岩先，顶啊！先用武黑鹰先，跟住再用多多，再用鲤鱼龙，跟住再用龙母，食药先。都冇乜机会食嘅，因为两下龙母应该够快嘅，我谂咬佢。哇，咬唔死？我谂住唔使咩嘅，我谂住唔会失误啦，点知咬唔死佢？咦，既然系咁，我呢度不断威吓佢得唔得咧？好似唔系好得。跟住再用鲤鱼龙，先整个电磁波去弹先，跟住再食药。问你自己未？啊系，我未有龙母白痴，唉，低能嘅真系，我都未有龙母，唔紧要啦，小问题。再转翻就冇得影啦，唯有低能嘅真系。嗱，依家先有龙母。跟住就换做龙龙岩咯，滚动岩，靓波，哎冇中到，鲤鱼龙喎，咩噶鲤鱼龙？哇冇中到啲咩啊？佢唔知破格，跟住冇中咪技能咯，地震，佢用水流尾啊应该，咁啊跟住我哋用奇异花，先用吹粉先，哎有机啊！啊，可唔可以麻痹佢啦？瞓觉啦，哎，搞掂啦！啊，用错技，低能用错技，唔紧要啊，佢晕咗。咁我呢度用庞岩怪，跟住用尖石攻击，混乱打自己，地震死咗。跟住用鲤鱼龙啊，跟住用龙帽啊，咬碎，唔够快啦已经。我一快过去，搞掂啦，搞掂你啦，赤焰虫啊，唔系呢个叫咩啊？四个字要你睇下先，睇唔到咩废咩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唔记得佢叫咩名，但系打完佢之后，我冇晒精灵去打另一啲喎，买汽水先，饮个汽水先啦，大佬，好嚟啦，打大佬啦，要佢。应该未必够打咯，我觉得呢度唔使入啦。PP 极限提升，西湖先，希望唔使出翻去啦吓，唔系好想出翻去，大佬，即系出翻又入翻嚟嘅话先惨啊！出翻系唔紧要，滚动岩嚟啦，单打单，雀仔，你用保护嘥我一个 PP， 喷火图。差不多啦，好，仲有一个啊，
近身拳击得嘅，哇顶不了啊！只李鱼强制翻山、啊，喂，唔系好对路啊，师傅，点解会咁噶？水流尾啊！喂，冇啊，大佬，唔对路喎、啊，师兄，黐线，死都要翻山、啊，我只李鱼龙系都要，唉，火山，真系麻烦。O.K. 仲要唔俾我用添，强制双打，仲要唔俾我用。好，不过又系嘅，佢嗰度笔嘅情况就系，因为佢一个人啊嘛，一个人佢判定佢单人打，所以佢触发到战斗，触发到感叹号嗰一下。但系咧，其实即系其实 G.B.A. 咧系已经有双打啦嘛，即系六宝石有双打嘅，但系佢就判定咗系单打，所以就吸到。可以觸發到戰鬥，但系我身上得翻一隻重，所以就白痴啦。嚟啊，又翻翻去嗰個單丁友大打雙打度，咁啦，照舊雙威行。啊，日照喎、啊，咁麻煩喎、啊、日照，照用水流尾啊，唔好煩。哇，用破殼。唔系话老友，顶热风有啲麻烦咁样，顶啊！冇中啲技，有冇咁差啊，大佬？呢度唔用得地震喎、啊，啊用地震啦、啊，转多多，黐线嘅真系，得顶仲要咁嘅重。点月点只龙龙岩月先，哎冇啦，哎、欸、有机喎、啊、都碎岩，跟住用掉嚟赢啦，两只岩石打一只岩石仲唔赢，仲喺度死撑，放电仲喺度，哇，多多嚟进化，多多进化啦，有啊重新约，我哋俾无黑鹰食啦，真系无黑鹰系主力。跟住用蓬岩怪上戰先，先放掉掉呢一个嘅隐形岩钉先，岩钉大晴天掉嚟，跟住再掉嚟喷烟佢用，唔你都难搞咁样，我惊打唔死喎，真系打唔死，仲要烧伤添，仲要烧伤，咁样嘅话。一系唔好用咩啦，唔好用隐形岩，直接放掉泥，先掉佢两下泥先。有机啊，仲唔有机 ？OK， 跟住用龙龙岩去地震。哦，靓波地震，佢震翻我转头。哇哦，争啲死！唉、哎，呢只输啦，呢只唔够力打。唉、哎，唔够力打呢只。咁我一嚟用同狼龙岩，跟住再放地震会唔会好啲咧？既然系咁，嗱咁啊仲好啦，低能呢度佢会放地震嘅，所以我哋走，跟住用木黑鹰近身拳击，跟住再用近身拳击，啊咁啊呢度就用狼龙岩啦，佢应该喷火啊，一定喷火都死啦。喂、欸，顶食药，早知唔用咩啦？头先，早知唔用飞行技，但系唔用飞行技未必打死，好麻烦呢、啊、场。大流一番，放隐形岩先，掉嚟。OK， 有机啊，既然系咁，有机啊，得翻一招啊，近身拳击呢度换重龙岩，滚动岩。呢个冇黑鹰嘅神鸟，中神鸟赢啦！因为用咗岩钉咧，减咗佢血量，所以佢个喷烟冇咁劲，可以用穿动绳穿出去先。穿动绳 ，OK。之后就系水嗰边啊嘛，回去先，好。偷艇仔嘅佢哋，哇！见到，
突然之间劲慢，好啦，唔知道发生咩事。好啦，俾人偷啊，潜水艇。好 ，OK 啦。呢个就系水嘅基地啦。其实感觉上咧，水嘅基地冇咁烦，因为唔使用推石嗰啲。水嗰边即系水唔同嗰度咧，系好啲嘅，我觉得。赤焰虫嗰个就麻烦啲，成日都要推岩石，跟住又要兜几廿万个圈。好 ，OK， 先睇下咩料先呢个。哦，好简单啫，滚动岩都赢到你啦，靓仔。好 ，OK， 飞鱼啊，哇，顶啊，唔使咁劲啊，飞鱼。不过佢系快过我嘅，不过遇到根性你就输咁解咯。OK， 呢个系执精灵球啊，我啲板木老大喎。板木老大，我唔系攞，我哋系攞嘢啊！板木老大，攞完我就走了。好啦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剧情啦。打呢一个嘅板木老大啊，系啦，咁啊，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嘅话记得帮我揿个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